孙大汉，一百年的苦叹，子孙拢无尊严。啊，真感谢呢！啊，乡亲朋友，把我真捧场啦吼！这讲件，这讲件吼，这也是真见笑的代志啦吼，也是无头路了。啊，我讲的这是事实。其实我本来我是做化工的，啊，因为了解台湾的历史、台湾的社会问题呢吼，啊，迄阵我就决心要投入去反对运动。一当今目一年，有那二三十年啊。啊，咱所知影就讲，我真钦佩台湾有真侪这先知啦吼，先行者、先行者啦吼，咪为台湾找出出路。咱所知影，台湾的问题要处理，其实无遮简单。有真侪即个敢爱套，啊，有真侪遮个先知呢，就是讲因研究找出迄个理论，要安怎来解决台湾的问题？啊，像我头拄仔咧像即苏明老先生，哦，一生投入即个独立运动，啊，包括即个咱即个林志升博士吼，伊有提出真好即个理论吼。要安怎解决台湾的问题？吼、哦，这拢是台湾的先知，吼、哦，透过因的头壳去找这个证据，提出这个理论，要安怎来完成台湾人是要完成的这工程？吼、哦，咱这个梦。当然做任何代志拢有伊的困难，咱所知影过去有真侪主张的做法，甲一当今那敢那。迄、那个成果吼，真有限。其实，美丽台湾真真正正，要成就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呢，那敢那拢无成功。啊，当今仔日创办人呢林志升博士吼，我所知其实我有哪有听你讲伊的状况吼，就讲用这个国际化的观点，免哪来处理台湾的问题吼。啊，当然这个。需要一个起头，从这个理论、这个理念结合国际人共同来做这个工程。啊，不管用任何什么方式，我个人是采取支持的态度，因为每做一款的工作，需要时间、需要金钱、需要人力、物力等等，其实是足无简单的啦吼。啊，我只不过是台湾的一分子，我会当做的工作。可能伫音乐上，可能较适当，所以我这古登来呢，我就是用音乐的方式伫表现台湾人的精神。啊，明仔日着台湾人的神经，
这就是我想要做的工作吼。啊，下面呢，介绍另外一首啊，较无同款的吼。啊，因为这个原作者呢，又讲伊故事我听，就讲以前伊要去日本留学的时阵呢，其实伊要去日本的时阵，已经有某有子。啊，但是伫日本呢，有一段罗曼史啦，吼、哦。啊，伊知影讲这段感情无可能有结论，所以学业完成，咪倒来台湾的时阵呢，伫山顶呢，伊爱人送伊一朵花，就是菊花啦、芥花啦，吼、哦。啊，其实迄朵花也无水，已经打起来一朵细蕊啊，紫色的。啊，这个作者呢，用一个。吼、哦，细曲啊吼，真精致，十包伫内底啦。摕我看，讲实在要送你，你嘛无爱，也无记得，也无水。不过呢，对来讲，内底有迄个情的物件伫内底，对来讲有相当的意义。啊，所以我看甲真感动。其实迄朵花一撮记得都无，不过对来讲，迄毋是金钱。一定换来，伊对来讲，伊蕴藏伊心内秘密，吼、哦。啊，伊头讲，伫民国五十几年呢，伫中国时报捌发表一篇散文，叫做《芥花》，伫写伊一段去日本留学的，哦，一篇散文。啊，但是这个原作者呢，我伫破这个曲的时阵，伊特别同我交代。伊讲即个代志袂使互因太太知影，所以下面我来介绍一首《芥花》。目记着山风的悠悠，海鹰的悲伤，为了情意，伫山顶烧甲变成紫色。有多娘是魂来作伴，阮的生命亲像杂路，要将芥花放袂记，却在梦中雨水滴，点点白花，山风掠去。今世袂当再相会。记着山风的忧愁，海鹰的悲伤。为了情意，伫山顶烧甲变成紫色。无做娘是魂来作伴，阮的生命。亲像杂路，要将芥花放袂记，却在梦中雨水滴。点点白花，山绿叶，今世袂当再相会。
将结花放袂记，却在梦中雨水滴，点点白花霜叶叶，今世袂当再相会。目记着山风的忧愁，海鹰的悲伤，为了情义在山顶烧甲变成一色。有做娘是分来作伴，阮的生命亲像杂落，要将结花放袂记，却在梦中雨水滴，点点白花霜叶叶，今世袂当再相会。舞做娘是魂来做伴，阮的生命亲像早露。咱所知影，早时的露水，见着阳光就无去啊。这段感情袂使见光，因为见光绝对出代志。哦，这是你写一段爱的罗曼史啦，吼、哦。啊，下面呢？我有那另外来介绍一首呢，今年呢，应该算旧年啊。我好朋友姚文智呢，因为伊参与这个立委选举呢，叫我去他斗三工啦吼。有一场这个募款餐会，伫餐厅内底，结果有一二十几年的老朋友呢，拢无看到，拄到我欢喜个，因为王老师。哎呦！我找你找到要死啊！你即马是走最倒个啊？二十几年无看到朋友，伊讲伊唔知影，讲我已经搬去倒位，唔知影啦。伊叫做阿多啊，吼林宪都。阿多啊呢，伊本身是北投的人，因为呢，因爸爸留下些财产给伊。啊，少年的时阵呢，爱饮两杯啊，啊，有那真怕，钱真够乌白母。啊，当然袂使叫听到啦，吼，这翕到更是要叫看到，我叫骂啦。啊，钱拢分掉去吼，啊，分掉去吼，嘛离婚啦吼。啊，尾啊可能是反省啦吼，感觉讲唔对啦吼，所以尾啊有去信主，伫教会内底，吼信主。爱讲伊其中伫教会内底有熟识一个单亲啦吼。讲伊对真有缘呐吼，啊得约伊啊，啊伊从写首诗予伊，叫做《女人四十》啦，吼、哦。一人请囝，确实真孤单。三顿歹顾，我嘛甘愿承担。欢喜看囝一年一年大，照囝才知头毛已经出白线。有人讲伊对阮有心肝，信心拢无，我是真惊。人讲女人四十，哪会敢有影？女人四十，已经心头定，只有祈祷上帝赐阮有情兄，莫阁予阮感情第二摆输赢。我敢若讲这个爱情那在跋筊嘞吼。讲已经输一摆，今唔通阁输第二摆，感情卖阁花第二摆输呀！啊，其实趣味趣味啊！啊，讲王老师看伊怎啊破格袂？伊讲伊这首诗呢，伊讲破格伊要送予伊要约个对象啊！叫女人四十，一人请囝，确实真孤单。三顿歹顾，我嘛甘愿承担。欢喜看
行一年一年大，小鸡才知探问，啊，已经出爬山。有人讲伊对阮有心肝，信心拢无下，我是真惊。人讲女人四十哪会敢有影？女人四十已经心头疼。祈祷上帝赏赐有情兄，感情莫搁乎我第二摆输赢。是真孤单，三顿歹顾我嘛甘愿承担。欢喜看行一年一年大，小鸡才知头毛啊已经出爬山。有人讲伊对阮有心肝，信心拢无下，我是真惊。女人四十哪会敢有影？女人四十已经心头疼。祈祷上帝赏赐有情兄，感情莫搁乎我第二摆输赢，感情莫搁乎我第二摆。输赢。啊，我下面搁唱一条歌以后呢，我特别来教大家来唱一条歌，迄是阿扁总统所写歌词，台湾中国一边一国啦吼。啊，我希望讲大家会晓唱啦。啊，其实呢，我写这个曲是献给我一位我真尊敬的朋友啦。今仔伊有来到现场，啊，伊其实较早是一个歌星，真会唱歌啦吼。啊，伊这人是真浪漫，少年的时阵嘛真怕啦，啊嘛开过饭店，但是一百岁呢，将伊的一切拢烧掉去。啊！一生过后，人嘛又搁重复。啊，该熟悉发觉伊这个人呢，对朋友真重，朋友情吼、哦，真有情有义，哦，心性袂歹的人。啊，我是欲鼓励伊讲徛起来，人总是有不如意的时阵吼、哦，但是只要你有心，哦，人也是爱爬起来。所以特别鼓励伊呢，我来写一首曲给伊。啊，伊唱歌呢真有味，所以讲我写这个曲吼、哦，是差不多伫六七零年代，迄、哦那个台语歌迄款的写法啦。啊，我希望讲伊会当出一个单曲，因咱无迄个成本，也无法度去广告吼，所以用上低成本来制作一首。哦，伊外口伫唱歌，加减嘛像我安蒙卖啦，讲虽然无头路呢，啊，加减嘛有一个收入安尼。所以下面我要来介绍一首叫做《那年的冬天》。其实这主角呢，咱来介绍一下，站台顶大爷是咪徛起后，大家看麦啊。啊，对对。啊，除了伊以外呢，今仔日是有咱一个古巴的歌星吼，古巴之星。咱知影古巴吼，较早中时真出名。啊，这个歌星呢，红色熊，有哪有大家看麦啊？就好。哦。卡丁啊，我有哪咪叫来唱两条，我甲大家分享啊吼。哦，伊其实两个拢足好唱歌的，两个拢歌星啊吼。啊，因为音乐的关系呢，大家结缘煞变作真好的朋友啦。哦，迄年冬天，当然你写一个男生吼，伊初恋吼受过刺激，
一生中无爱娶啦。哦，咱所知影就讲，春天是伫讲人的希望，哦，夏天、热天是伫讲热情，秋天是伫讲人真啥物事失恋的时，拢爱较爱用秋天来写。但是冬天呢，冬天就是无希望啊。所以这首经呢，叫去年的冬天吼，其实冬天伫讲是已经无希望啊。迄年的冬天，迄年的冬天，雨水落袂离。其实提讲，迄年的冬天呢，迄目屎吼，飞袂离就对啦，哭袂煞就对啦。迄年的冬天，迄年的冬天，雨水落袂离。迄段恋情，誓言已改变，受伤我的心灵。迄年的冬天，迄年的冬天，决心要离开伊。刺痛的心，失魂的男性，孤孤单单来过一生。将你我拆散，将咱来拆散，敢是天注定？认真打拼，将你当作生命。如今一切拢变卦，痴迷的人，痴迷所爱，到底你走到长？岁月变化。头毛拢出白线，就讲年纪也已经老了吼、哦。一段伤心的情歌，白白茫茫，失去海花，亲像大海的船只，风风雨雨，浮浮沉沉，找无失落的灯塔。当你讲一个查甫人漂泊，为着一个女性呢，一生安尼漂泊，放弃伊的一切吼、哦。啊，年纪也已经老，你写讲。哦，啊，所以这个找无失落的灯塔，这个灯塔就是伊希望，伊要追求的。失落灯塔找无，所以大海内底已经无这灯，所以你找无失落的灯塔啦吼。啊，当迄个灯塔就是伊爱情。迄年的冬天，迄年的冬天。雨水落袂离，彼段恋情，誓言已改变，受伤我的心灵。彼年的冬天，彼年的冬天，决心要离开。痴痛的心，失魂的男性，孤孤单单过一生。彼年的冬天，彼年的冬天，决心要离开伊。彼段恋情，誓言已。这个别紧，一年嘛，将你我拆散，将咱来拆散，甘是天注定？认真打拼，将你当作生命，如今一切拢变卦。是迷的人，是迷所爱的，到底你走多长？岁月变化，头毛拢出白线，一段伤心的情歌，迷迷茫茫，失去海岸。亲像大海的船只，风风雨雨，浮浮沉沉，找无失落的灯塔。
来电影，是不是来倒唱一下？一年的冬天，一年的冬啊，来头唱好不？一年归，一年的冬天，一年的冬天，雨水落袂离，一段恋情，誓言已改变，受伤我的心念，一年的冬，一年的冬。我心要离开，凄痛的心，失魂的男性，孤孤单单过一生。哎，谁？各位。大哥大姐哈，小弟站台顶。这首歌哈，因为是王老师哈，伊体贴小弟哈，伫事业作事里，我个长大条，脑筋长大条，去开脑过，伊要鼓励我去起来，所以特别写。啊，但伊当写尔，我所以我未学起来。啊，伫面头前我唔敢笑，后早有机会我一定笑够伊听。你别甲我笑，因为我有勇气通站起来哦。但是，我即马伫台南市哦，用一个社团法人五条港台湾歌谣音乐咖啡，我一直咧推动台湾歌谣文化。所以今仔即块歌无唱无要紧，我想哦，记忆中央有一趴哦，记一趴，就是咱古早好听的歌，歌词就足优美，叫做《黄昏再会》。我唱一段，还可以，好吧，谢谢。王老师听得怎变鬼？两段嘛是同同款的段。我想一下，我平复一下哈，因为中风长大条，开脑过哦，脑筋无作好。对，这个就赞。但是哈、哦，那唱了不好哈，你莫给他踢球 ，OK？ 好，谢谢。我小姐歌词，咱王老师讲的，大家这前辈将知啊，古早较早的台湾人哦，拢做艺术，做迄落含蓄的哈、哦，无像即卖歌写的。爱袂得就要红死啦，要红安啦，无咧安尼啦。较早要回一个情郎，还是要结一个爱人，都足惊人看到，因为歹势嘛。啊，要俄罗人虽拢爱用比喻式的，所以较早作者歌也无写，作者拢用风花雪月来代表讲我对你的爱，对你的感觉安尼。所以黄昏再会吼，真正足好。啊，但我即摆脑筋一片空白，我来想一下哈。传说未来上五岁，可比小妹窈窕又高追哈。等下笑了较会出来，还是啊？唔知啥物调啊？昨下我笑了，你要了了，你啊无弹嘛？我叫你清唱者，清唱听讲讲得较好了。我表情笑恁就欢喜看呢，我笑还得了，对不对？看到各位我就欢喜起来。有勇气去站起来哦，谢谢谢谢。通常啊，人讲啊，中风哦，过你也开过脑哦，拢站袂起来者。但是哦，我是真正真勇敢嘛，因为我中风是阮前妻啦，阮两个囡仔当下看。但是哦，因拢有头路爱做，工课爱做，所以我袂出年就先出年。啊，我家一个人活活。我带着我的工作，所以我做木雕创作，含笑谈歌谣为业。啊，这个我伫我的木雕工作室待九年，都九个月了，无啥食啊。
因为我的长官哦，我文化中心的主任啦、啊，台南文化局的局长，拢去关心，甲便宜讲，这个人吼、哦，对咱的台南的文化有小可的贡献哦。当时潘我长讲的，我是无什么了不起的人啊。哎呀，安尼讲，啊，所以医生对我特别，一天拢开百几粒药我吃。啊，我就是拢无食饭嘛，啊，身躯拢无钱，我倒小可会当行，我行出去大路买两粒面包转来，20块一工，啊，会当食一点尔，因为也无冷气，也无啥，足热，我个工作室特别有够热就对了，啊，所以一粒袂发起就歹吼，面包你也伤热，伤拢歹，所以一工食一粒面包配百几粒西药，我食一本来会惊，食一怎啊袂惊，怎啊肝中毒。咁早肝病毒是验出来49万9000几，到阿爸这里女士吼，伊是中医，伊哦接受一个迄落，因是本身一个神农公司，就是专门救助帮忙一寡较弱势。啊，有听到一个消息，调来啊关心的，摕伊的中药，我才食一个拢好起来。我来当唱歌，断山月里。上五岁可比小妹要娇加古锥，几句情话不敢讲出嘴，含情不吐伤口归，你的啰哆啦哩啦，啰嗦西啦嗦啦嗦咪，哩啰哩咪花咪花啦，嗦啦啰咪嗦哩咪啰，同款。传说月里上五岁，可比小妹要娇加古锥，几句情话不敢讲出嘴，含情不吐伤口开，要爱来讲啊，唔讲永远无别人个哈，这是世界至理名言哈。谢谢，感谢王老师，感谢各位，谢谢啊！有来台南市的时候，来我小弟啊奉茶，感谢，欢迎你来台南佚佗。这所在呢，我有那有另外一位，我有那介绍者吼，我非常尊敬的一个大姐吼，伊本身是一个中医师，爱久长来拢伫做善事吼，就是讲对这弱势艰苦人吼，伊拢伫人帮助，伊赚的钱，伊本身是食素食吼，赚的钱拢伫帮助帮，伊本身也无啥物享受，我所知也是安尼吼，尤其这流浪狗呢吼，200几只，干那一个月这个饲料费用都要15-16万。伊所有赚的钱，拢伫默默在做，佮毋是政治面迄个嘴吼，讲的拢讲伊为台湾做偌济，事实上足济默默伫做工过的人，顶多较伟大，做足济代志，但是伊袂去讲遮个代志，我顶多较钦佩，所以下面我有哪了解是李医师是毋是？恰巧那有大家熟悉一个安尼，嘿，李医师，嘿。哦，伊是其实足出名的中医师哦，哦，伊啊，你若去引导你去遐看卖吼。台湾真侪政要吼，真侪大官拢去遐摕伊药啊吼，啊，我真敬佩这大姐。啊，尤其等一个呢，我有那么邀请咱这个古巴之星吼，这个吉星哥吼，伊唔知道，我是忽然间临时想着讲，哎啊，两个拢歌星，无叫唱两个了，甲大家分，啊，你来唱一下好不好？来。我早拢伫中视啦吼，啊，电视台也是常拢嘛去唱歌吼。伊其实伊身体嘛无好啦，呵呵算老歌星就对啦吼。啊，介绍看你们唱啥物歌来？感谢各位，咱拢有见过面啦哈。大多啦无卖过 CD 啊吼，
台湾中国一边一国也未够，我先唱，安尼好不？中国是中国，台湾中国一边一国。台湾是台湾，中国是中国，台湾中国一边一国。台湾人，台湾人，勇敢站出来丢丢，追求独立，拼未来。完成建国好将来，台湾中国一边一国，台湾中国一边一国，台湾中国一边一国，台湾是台湾，中国是中国，台湾中国一边一国，台湾是台湾。中国是中国，台湾中国一边一国。台湾人，台湾人，勇敢站出来丢丢，追求独立，拼未来，用金钱过好将来。台湾人 ，OK， 谢谢。你要不要走嘞？啊，咱利用这时间选出来学这条，好不好？哦，阿、啊、来再动啦吼，啊，咱手底拢有迄个歌谱吼，啊，这个歌词是阿扁总统咧写的吼，啊，为图我本人来作曲啦吼，啊，所以足简单，一两摆你就会样唱，啊，咱唱看卖一下吼。来，我先说各位带动。台湾是台湾，中国是中国，台湾中国一边一国。台湾是台湾，中国是中国。台湾中国一边一国，台湾人，台湾人，勇敢站出来丢丢，追求独立，拼未来，完成建国好将来。台湾中国一边一国，台湾中国一边一国。台湾中国一边一国，台湾是台湾，中国是中国，台湾中国一边一国。台湾是台湾，中国是中国，台湾中国一边一国。台湾人，台湾人，勇敢站出来丢丢。追求独立，拼未来，完成建国好将来。台湾人，台湾人，勇敢站出来丢丢。追求独立，拼未来，完成建国好将来。台湾，台湾，台湾。伊啊，搁唱一条啦吼，是不是？你哈，哈。因为我那有写一条歌送伊啦吼。啊！伊要来为咱献唱，讲大家吼，选起舒心情正有准啦。所以伊即摆要唱这条叫做《朋友莫失志》，搁较拼。生的路途难免拄着风雨，有时风沙甲拖拖拖。哦，老师，安尼无钱要来甲三管，我熬啊多，要甲考试考多。的路途难免拄着风雨，
有时风骚甲拖拖拖，有时受苦啊甲淡哥哥，前途茫茫迷真无步，迷退无路。好朋友，莫失志，免伤悲。有我惦在你的身边，互相鼓励，做伙打拼，打出光明路。在人生的路途，难免遇到风雨，有时风骚，甲拖拖拖，有时受苦啊，甲淡哥哥，前途茫茫，迷津无步，迷退无路。好朋友，莫失志，免伤悲。有我惦在你的身边，互相鼓励，做伙打拼，打出光明路。唰，哦，足久无出来来流目油啦！我叫老师讲做一寡爱哭的话唱。感谢，谢谢。啊，其实吼，因为拢无排练过吼，所以默契较袂啊好，歹势。啊，因遮人拢介善良吼，对洪先生呢，从细汉就孤儿，细汉就无是大人。啊，出社会呢，简单讲就是家己自生自灭啦吼。啊，真无简单，伊做歌星啊，本身吼像即马咧赛客厅遮，啊，就是讲就是真高尚的行业，就是替人服务。赚的钱拢实实在在，所以这款的人我拢真尊敬吼。啊，爱唱歌，吼、哦、爱唱歌。啊，囡仔教做了真好，囡仔真乖，啊，拢伫拢有操劳，啊，买两间厝，双机厂，吼、哦，那敢讲靠家己双手安尼硬去拍拼吼，这款的人拢互我真感动啦吼、哦。啊，其实类似这款的社会，有真是无名英雄。真的，我咧感觉讲拢比台湾的政治人物较伟大吼、哦。啊，政治物真侪吼，嘴拢讲真好听，实际上可以去吹吼。同、哦、我咧讲，安无其他摆艺术伫内底，较像影你有摕到迄个权利的时阵，应该爱为大众搁做较侪代志。吼、哦，当然这是咱的希望啦。啊，真欢喜呢，今仔日就是讲时间还佫偌久？好、哦，到安、啊、我看最后手啦，好。哦，最后一首呢，其实因为其实有真侪袂歹，我感觉袂歹歌吼，因为以后若有机会吼，大家甲大家分享，其实我准备真侪歌啦吼。下面我看是，最后我就来唱一首叫做《荣耀的日光》，等上帝。对台湾并不亏待，咱希望会当爱这块土地，吼、哦，叫做荣耀日光。所以歌词我都不爱念啊，吼、哦，我唱一摆以后。在东方太平洋有一个岛屿，伊的名叫做台湾。那水山的那
色的海，那是上帝上水的恩赐。感谢天地，感谢上帝，给阮美丽的土地。勤奋的人民，善良温顺，那像上帝荣耀的日光。在东方太平洋有一个岛屿，伊的名叫做台湾。鸟语欢向海上的花园，那是上帝上水的温室。感谢天地，感谢上帝，予阮美丽的土地。一代传一代，永永世世，阮要荣耀上帝的日光。啦啦啦啦啦，阮要感谢你，阮赐阮美丽土地。啦啦啦啦啦，阮要感谢你，阮要荣耀上帝的日光。东方太平洋有一个岛屿，伊的名叫做台湾。青翠山脉那色的海，那是上帝上水的温室。在东方太平洋有一个岛屿，伊的名叫做台湾。鸟语欢向海上的花园，那是上帝上水的温室。感谢天地，感谢上帝，予阮美丽的土地。一代传一代，永永世世，阮要荣耀上帝之光。啦啦啦啦啦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。啊，因为呢，那实在是有那真忝啦，啊，我真欢喜呢，啊，今仔日会讲甲大家吼，啊，予我有迄个机会甲大家吼，啊，那个介绍我的作品，啊，希望以后有个若有迄个机会，我真愿意将我二三十年来真侪这创作，其实我内底有写情歌，也有写教会歌，啊，某些即厨具吼，就是讲暗行的销路。提供过去，哦，梦家有一个小妹妹，强袂起做妓女啦，哦，啊，真侪人看袂起因遐个人，但是你若了解，较学较深入去了解因后壁背景，你心肝内会产生同情，心肝内嘛真疼。所以看一个代志，袂使讲看一个表面，
你要深入去了解。其实这小妹妹呢，真正是家庭善家，吼、哦，为着伊哥哥，也是为着弟弟的学费，出人来牺牲一个，有诶去用偏激，啊，有诶真正是安尼。啊，所以会去管所在，大部分拢是同款人诶子弟。话讲起来吼，想讲就类似即款诶初级诶歌，我本来要介绍暗巷诶小丽，伫讲因真悲惨诶即故事。啊，但是时间诶关系吼，我希望后一撮来时阵呢，我来介绍到较黑暗面诶歌曲。啊，即拢真实诶故事。时间过了真真紧吼，希望后一撮诶时阵呢，我会当阁介绍较无同款诶类型诶歌曲，甲大家分享。感谢各位，多谢。OK。